三个，我们现在只剩下40秒，可以来访问一下我们身边这位。OK， 我不要为难你，你觉得谁会赢？男主，不问你女主，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。最看好谁？我觉得一个名字 ，Romeo 跟许冰。哦。这两个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看一下你预测会不会正确啊。OK， 那你要不要预测一下女主？你预测你自己啦。我应该不会中。哎呀，如果我中，你一定要上。好的，我不要。时间不够了，我们转回去给另外一边。